啊，我们就继续延续那个上个礼拜这个范例，所以一样哦，在云端白板里面，好，那所以所有的东西啊，其实讲义部分的话都在云端上面，那你们要回去复习的话哦，其实也都有迹可循啊。那上面其实影片你可以自己来看一下了，因为我相信很多同学啊，对于我上个礼拜做的动作，应该很多都不太熟悉，而且应该都忘光了吧，哈，所以也没有关系啦，反正哦，你至少可以在云端上面找到那个云端白板。好，云端白板里面的话，就我们这个讲义。那我们上个礼拜讲义是这个外汇汇率历史这个，那主要其实两个重点，不外就把资料从那个开放资料，就这个资料里面把它爬下来。不是叫你这个 CSV 嘛，不是说叫你把它列印下来再 key 进去哦，不要那么傻傻的哈。然后这个就是它的连接，所以以后的话呢，当然不是说叫你把它点下去下载，然后打开来之后有没有把它印出来？不是啦，像这个资料有没有？那是 CSV 嘛，哈。那我讲过了，真的还是有人我很难想象在现在这个年代，还有人真的把它列印下来。我想现在我已经很少用印表机了，而且我发现现在印表机真的很麻烦，因为很少用，然后那个墨水又很容易干掉。哦，我买了很贵，就才用印了几次之后后来要印的时候，居然印不出来了。哦，然后要买墨水又非常贵，哦，这个实在是，所以以后干脆直接到便利商店印，好像还比较划算。不然买一台印表机几千块，又放那边放到坏掉，更没用到。OK 哈，所以这个未来，因为现在慢慢大家都已经走无纸化了，所以这个应该也是个趋势的。好，那当然第一个啦，我们可以取得这个资料之后，那这个资料里面总共有10个栏位，OK，我们主要是美元，新台币吧，然后这个人民币对新台币。那假如说了，你看一下这个资料，这个资料是从11月1号，有没有2022年的11月1号？但是这个资料有点问题，因为它这个中间没有斜线，没有斜线的话，那就基本上 Excel 不把它当一个日期，而把它当数字。所以前面我们有做一些事情，把它转换成数字啊，然后再画图。因为如果说你今天假如没有绘制成图表，没有画个图出来啊，其实说真的，这高高低低，你哪知道哪个时间高，哪个时间是低的？OK，比如说它好像这资料是给到是吧？昨天的，那么12月28号，那到底这一段时间到底涨还是跌？我不知道的话，那怎么办？你可以画个图啊，所以上个礼拜的话，其实主要的重点呢，基本上就是把资料爬下来，好，有没有？这个资料爬，那爬下来的部分的话，其实我们有在那个云端上面有一段这个等于这个开发人先打开等于是这个我先把资料先爬下来，那这个爬下来的动作我把字放大一下好了也就是说在那个。我们云端上面其实有一段这个范例程式啊，就是汇率下载。那这一段其实还蛮万用的。以后如果你要抓取那个网络上面的，只要是怎么样，一个 CSV 档所以你们可以再变通一下。因为你假设不要做的不是做那个外汇那你可以换一个啦。反正只要是 CSV 的，其实通通可以这样用。那只是说你可能要编码方式改一下，如果是 Big 5的话，那就是你的那个大概两个地方改，第一个是它的什么呢？它的网址，所以呢这个范例的话呢，就是这个网址要改一下，对吧？这个网址所以我把那个网址贴过来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它的编码方式，如果是 Big 5，那就950，如果它将来其实蛮多叫 UTF-8 的。好，如果你看到编码方式编码格式是 UTF-8，那个数字你可能就要记得对应到就65001啦。好，大概是这样。它这两个地方 OK 之后的话，那就可以很顺利的把那个开放资料抓取下来。所以期末报告的话呢，我是希望你换一个题材，好，然后也是抓资料，那改两个地方就好了。至于你要选什么资料，那就要自己再去动动脑筋了。那我觉得选择好像比较不容易啦，而且你可能要试试看不见得每一个都很顺利可以爬下来，所以其实可能要花一点时间，就是爬你想的。所以你可能有个备案也许你第一顺位也许不行的话，你可以选第二顺位吧，花一点时间，反正就是网址跟编码方式。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套用刚刚那个范本，有没有？
把资料先清除掉，然后呢，再帮我把资料下载下来，下载到哪里呢？下载到 A1， 这边有个 range A1 指的就是放在 A1 开头的位置。那因为刚刚有一个日期错误，所以在修正它哈。所以这个是上个礼拜我们做的啦，反正就是先下载资料，所以哦，我按 F8 逐行跑一下，先清空资料有没有？然后跟他讲说网址在哪里，编码方式是什么，然后这个是 comma 哦，是 CSV， 然后帮我抓下来，好，这个时候 refresh 你会发现哦，它就执行下载。那日期错误怎么办？哦，没关系，我底下写一个修正。那这个修正程式呢，主要就是把这个日期部分中间加斜线，也就是年跟月跟日哈，加了两个斜线，让它变成 Excel 能够辨识的日期格式。因为如果你没有做这个动作，将来要画图，它不知道说，原来这个是一个日期，它把它当数字，那将来画出的图形呢，就会非常奇怪。所以底下就有修正嘛，修正完之后哈，最后。在有没有一个一个下一个一个修正啊？修正的方式其实很简单了，就是从第二列一直到最下面一列，然后把它的资料某部分提取出来，中间串接一个斜线，那再把它写回去。所以这一段程式其实就做刚刚那一件事啊。最后的话做完之后，我们再把它怎么样？再把它这个栏宽不够，井字号一直连续的话，那就是表示栏宽哈太小了。所以理论上我们会把栏宽拉宽一点点，那或者是说你可以用这个叫 Columns 物件哦，跟他讲 A 栏，那你帮我 Auto Fit 自动调整一下吧，那什么意思？调成它最适合的宽度就 Auto Fit OK 好，然后把它执行，那这样就 OK 了，所以第一步就是把资料爬下来 OK 好，所以期末报告我是希望看到就是你换一个题材。那当然我们期中报告主要是练习那个住宅窃盗啦，蛮多同学也做一个变化。那如果你想延续你期中报告的那一个主题也没关系，但是就是要加上爬虫的动作 OK 齁、哦、所以爬虫爬下来可能要注意，第一个你要先把资料爬下来所以这一段其实是爬下来的动作。那底下的话就是要修正资料，可能你爬下来资料要画图会有一些地方可能要修改。那比如说像这一题是它的 A 栏里面没有斜线，所以我在做修正的动作。当然未来如果你那个资料不需要修改也没关系你就不要改。然后如果要改的话，反正就写了写在底下比如说你这个地方要至于怎么改，底下你们自己再思考看看就是说反正就换一个网址，然后换一个编码方式，然后换一个修正方式这样就 OK 啊。所以其他底下的程式码自己再搭配一下吧大概原则上是这样。第一个就是爬虫啊，其实这个地方就是把资料爬下来而不是用那个人工的方式去列印干嘛的，让它浪费时间了，直接就到 Excel 了 OK 好 Excel 有了好。那当然比较贴心的话啦，也许你可以在这个旁边 L 栏这边我可以再加一个按钮，比如说贴心一点你可以在这边加一个按钮，这个按钮的话呢按下它，它就是去帮我把那个什么呢，那个叫汇率下载把它执行。所以如果未来可以的话你就在旁边加一个汇率下载的按钮，那以后呢我看到你的作业的时候我就按下我看一下有了，那表示这个你 OK 耶，可以没问题这个是第一步，然后按下去它就可以 work 了，这样感觉会蛮好的，有没有？每天的话你的工作就是按个按钮就好了，不过前提就是你要先把程式写好，所以程式写好之后后面就简单了。所以如果你未来想要你的工作是这种一劳永逸的感觉，而且是我觉得还蛮流畅的啦再来的话就是还蛮怎么讲，感觉就是蛮有效率的在工作，而不是说没有效率的工作啦那当然需要学一点东西啦，所以我觉得再学习这件事情真的还蛮重要。其实我觉得啦，很多时候你们在学校的学习是一回事，我觉得毕业之后有没有再学习很重要，因为很多人毕业之后基本上都不再学习，脑袋都没有更新，所以很多时候会跟不上时代的潮流那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建议各位
我是希望这门课是可以带给各位，就是，对于程式是有怎么讲，有一个学习的动力啦。OK， 是喜欢的，而不是讨厌。OK， 而且会知道说，原来这件事情这么的重要。将来的话，也会在毕业之前呢，一定要把你这一方面的技能给先补足啦。我对于我是觉得对于你们未来的发展会相对是比较好的。好，那所以第一个就是资料的下载 ，OK， 好，这个应该没问题吧？所以你们可以改成你们也许期中报告的那一个主题的连结，然后把资料下载下来，至于要怎么写，这个每个人都不一样，好，第一个应该可以了解这意思了，所以这个是上个礼拜我们一直强调的。好，那第二个的话，所以第一个重点就是要把资料爬下来，至于你怎么爬啦。那你说老师，那我实在是程式写不出来，爬不下来怎么办？如果实在是不行啦，不然你就至少你要有资料啦，那可能在你的那个心得报告里面可能要叙述一下。我是比较想看到你心得报告里面，即便你做不出来，你也要讲一下。那你做不出来没关系，你也把你努力过程也写一下。最后还是做不出来，你也可以讲说，老师，其实我真的尽了很大的努力，但是我还是失败了，所以我还是用贴上的方式。那我还是暂时可以，但是不过你可能要写一下说，也许你不会停止，也许你这学期办不到，你下学期嘛，对，没关系，你再花一点时间，你慢慢来，因为也许啦，因为大部分同学对于程式都是初入门的，那么可能一下子马上都这么厉害，没不可能的。但是，你如果持之以恒，我相信还是有办法做到的。其实就像我自己学习程式的历程也是一样啊。其实说真的，我刚开始看这些东西简直是天书，我根本不知道，而且我还真的很认真的，就是每天带着那个程式的书籍，每天只要有空档的时间，我就把程式书籍翻阅一下。但我后来发现，奇怪，我怎么还是不太了解程式？后来我觉得我错了，原来程式根本不是用看的，不像我们文学性作品。可以阅读，对不对？但是程式最重要不是在阅读，而是在实作，也就是你写出来就表示你会了啦。但是如果你写出来，你看再多书没有用，真的。所以呢，那些书是主要什么用途？当你写的过程当中，你已经写出来，或者说你写过程有问题，你再去看那些书，其实就 OK 了。而且那些书里面，说真的，大部分跟那个使用手册都差不多了，里面就是教你怎么使用哪一些这个电脑里面的相关的元件嘛，那些功能怎么使用。OK， 它其实没有讲太多，所以你如果要从头看到尾，你真的会很不能接受，因为它不像文学性作品会引人入胜，有没有？它有一些高潮迭起的地方，还有铺一些梗，让你一直想要继续看下去。像章回小说是这样的，我以前念大学的时候，每天就是一直看章回小说。为什么？因为你看到前一回他还会，铺个梗，预知后事请待下回分解。看到最精彩的地方，结果你给我下回分解，所以硬着头皮，你下一回就是要继续把它看下去，对像《水浒传》也是一样嘛。OK， 那我那个年代，我是蛮喜欢历史的，所以我对于那个像什么。类似像从《左传》衍生出来，像什么《东周列国演义》啊，我就哇，每一个，而且那时候看历史，我觉得古人，我本来以为是古人，会比现代人来得更淳朴，哇，发现不是哇，很多那个混乱的场面，很多那些很让你匪夷所思的事情，真的是无法形容比如说像。伦理道德，以前看孔子、孟子讲的，那你会发现那个《中国列国演义》里面很多，尤其像齐国，好像蛮乱的，尤其跟哥哥跟妹妹、哥哥跟姐姐，或者是类似像这种很多，而且齐国好像出美女，有没有？叫齐姜，都叫什么什么姜、姜氏什么的。好像都是美女，可是嫁出去之后居然又回到齐国，然后发现一些事情，我觉得匪夷所思
OK 所以里面真的精彩无比耶，我觉得不会输给现在的八卦周刊，真的，只是说它里面是写文言文而已啦 ，OK， 但是我觉得也无妨嘛，反正你就看一看啊，很多剧情真的是让你觉得哇，难怪那时候的人，其实说真的也不会无聊啦，怎么会无聊？那以前那个《东周列国演义》其实就是说书人每天有没有？以前就说书嘛，啊，我们现在就看电视看。现在叫网红啦，以前可能就说书人吧，所以以前没有 YouTuber 啊，变成怎么样？实体的嘛，大家一起，所以全部都坐满满的，再远都要来嘛，然后每个人开始都说书，然后讲到精彩处，预知后事，下回分解，下次再来吧，哇，下一次来的人更多，因为可能那些人听了之后，就整个情绪高涨哦，然后出去就到处去，因为他们可能互相聊天就开始讲哦，我昨天听了什么，然后听了之后每个人都很想再听后面接着是发生什么事情，有没有？然后哎，就一个传十个，十个传百个，百个传千个，哇，那简直！所以那时候的说书人，我看哦，那个场面很大，应该也不会很意外，因为那时候的人的娱乐就这些嘛。那你说有什么不一样？我觉得倒也不，只是说传播的速度。也许现在网络比较，但是问题是，以前传播的值是非常高的，因为他没别的选择，他就是来，他没有他就这样。那现在是虽然传播很快，可是问题你都乱枪打鸟，每个人看一点看，但其实都不精的。而且你对于有些，即便你喜欢某个网红，但是你真的有把他所有的影片都看过吗？也很难吧，对不对？好，所以其实我一直在想说，到底。差异在哪里？我觉得其实没，因为每个人人生时间就这么多了，哦，你把它花在那个地方，那其他地方其实就没时间的，也不会说因为哦你有电脑、有网络、有手机，你就比古人更强吗？倒也没有吧。我发现人家古人的智慧，哈，哇，真的，他讲出来的那些这个哈记录的那一些这个说的话，其实我觉得，很多寓意非常有智慧。我现在有时候，我怎么没想到这一点 ？OK， 而且有时候常常在有一些在人生抉择的时候，哇，突然会蹦出谁讲过的话，哦，尤其像《论语》里面讲的，常常都可以当成是正向的思考。但是你比较失意的时候，可能就想到庄子，有没有？哦，庄子曾经讲过的，庄子也是很懂得哈，做调试的 ，OK 哈，好了，那再来的话，当然我像第一个就是把这个资料给下载。第二个的话就绘图哈，所以上个礼拜所以你们尽量啊，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地方还是量力而为了哈，就是左边的话是把资料下载，那右边的话就是画图。那至于你要画图，画什么样的图啦，你说老师只能画折线图，没有，你要画直线图也可以。你要画圆形图也可以，反正我讲过，你的变化越多，你的分数越高，大概就这样。但是我两个重点，我是希望说你可以把 VPA 结合期中报告，所以反正你的期中报告你可以延伸，或者你说老师我不想要做期中报告，我想换个题目也可以，没有关系，然后呢，主轴就是把期中报告再加上 VBA， 或者加上录资聚集。OK， 然后里面内容我是希望看到，当然我们有教的东西啦，比如说像下载有没有汇率下载的程式，那最好你可以在旁边给我个按钮，那最好你可以在心得报告里面干脆就帮我截图算了。你说老师有点像我们那个我云端报告的讲义嘛，讲义上面我都会帮你们截图嘛，对不对？你也可以帮我截图一下，然后叙述一下，说明一下，写的越多越好啦 ，OK， 好，反正你就因为我觉得你们的强项应该是文字能力啦，因为我觉得文字能力真的非常重要，很多时候关键时刻一定要写，如果你不会写的人啦，即便你会，但是你词穷，你就说不出来，有没有？比如说你要跟另外一半，就跟你喜欢的人表白，真的很多人词穷你连表白都不会，机会当然没有啦 ，OK 哈。所以有时候机会真的还是要留给那个会说话的人，有没有？如果你不会说话、不会表达、词穷，那真的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那这种当然也是需要训练。你说
老师谁不会写，谁不会说？对，没错。但问题是，很多人就是哈，以为这个很简单，然后呢也没有特别训练哈。说真的啦，在关键时刻要叫你写一点东西，你真的还是写不出来。哦，所以尽可能啦，你们尽量发挥你们的长处，就是多写，没关系。我是可以允许你程式写不出来，但是你可以多写一些。你即便你怎么讲，程式做不出来，但是你可以把那个过程叙述一下，至少你要让我知道你曾经努力过的这件事情。OK， 我是可以接受你现在做不到，但是呢，你要让我知道说，你会持续不断的努力，或者想尽各种方法，哪怕是说像有些同学，我觉得蛮好的，他不知道这干嘛，他觉得引不起兴趣，所以他就跟这个长辈、父母亲聊天。哇，发现开了一扇窗，而且从此跟父母亲非常有话题聊。原来聊天的话题就围绕在 Excel， 而且父母亲很常会，我每次看到说，你们最近又教什么了？你们又有什么东西？然后顺便还分享一下，然后甚至，就给父母亲看了影片之后，最后反而我发现，受益最多的好像都长辈，而且我发现我最近订阅的人越来越多都是长辈。好像你们订阅，因为我会看那个上面的数字，我发现哦，反而年纪稍微至少30岁以上的哦，订阅人数比较多，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在工作上绝对用得到，而且非常好用。比如说你要当个金融的分析师好了，假如你不会这些东西啦，哇，那你累了。但你如果会的话啦，哦，简单的 ，OK。所以哦，请各位哦，把那个汇率这部分先稍微复习一下好了，而且你可以换个资料哦。那待会的话呢，我们再复习一下，就是说，如果我今天哦，我要画折线图，像刚刚这个地方资料有一个美元，有个日期，那我要怎么样把这个美元跟日期哦画一个图表？哦，那画图表的部分的话哦，当然呢，不是说叫你直接怎么样，就是如果你假如像直接看数字一定会很头晕的，但是如果说你今天希望哦最终是按个按钮自动图画出来，那你当然就需要哦怎么做。当然我们之前是用录制的，然后修改，有没有修改几个地方。那不过你想说，老师，那我的最终目的是不止美元哦，我像全部有10个栏位通通画出来的话，那你可以先美元再人民币，有没有？然后呢，把它删掉，再全部，有没有？一二三，每个都画出来。那你可以看到，像最近其实我也买蛮多美元的啦，所以我看像之前最高的，其实就是我之前跟各位讲32块多，因为它从那个27，就是你如果汇率假设我们美元1块钱，我们27块就可以换得到了。所以我就是在相对低的时候就买，然后呢，我在32块的时候卖的话，我大概就赚了快20%了。20%什么概念呢？通膨也没20%嘛。所以如果聪明的人哦，假设哦，你可以随时观察汇率，在当它低一点的时候买，在当它高的时候卖的时候，那当然你这个价差就是可以让你的存款不至于缩水太厉害。所以啦，其实呢，你说老师，那理财对我来说有点遥远。可是问题你如果不理财哦，真的你的钱会越来越少，这个是必然的。也不是说叫你一定要专精，但是至少你要有概念。OK， 你不要说完全都不知道，在这个年代哦，你说不懂得去投资的话啦，说真的，但是我还是归结一个问题，因为你们现在口袋没什么钱嘛。所以其实对你们来说还是有点，所以啊，你们有机会的话，其实还是可以跟你的父母亲聊聊，说不定你的父母亲对这个反而眼睛一亮，你怎么知道这些东西？甚至你把那个什么，把这个跟他讲，哇，他简直开了一扇窗，觉得哇，太棒了，这个就是我要找的。因为像我最近好像跟一个也是有点年纪的人聊天，他说他每天都在买乐透，然后他说我想要用 Excel 来算名牌，然后我跟他讲，我上课讲，教到大乐透的那个历史资料的那个有没有统计，他马上就很开心，他说，这个东西你可不可以寄给我？他对这个非常非常有兴趣，
因为他每天都想要买希望。OK， 然后你让他知道说，哦，原来可以这样算，因为他每天上班无聊的时候哦，他也在那边算名牌，然后最近开什么号码，哦，然后我跟他讲了，哎，那其实我不会买了哈，哦，我还问他说，那你都买哪一种？他说大乐透好像比较开的期数好像只有一个礼拜两期，他觉得太慢，好像他买什么精彩539吧，真的他更快一点去刮刮乐。OK， 好，所以请各位试试看哦，先把那个资料下载换一个，然后待会的话。我们再来看有关那个哈，就是如何绘图。那绘图的话，其实我们是全部。那不过上个礼拜我把它改成，就是两个，一个两个，一个两个，哎，有没有？本来是一个嘛，有没有纵向？那我可以把它改成两个。哇，那两个感觉哇，更直觉，有没有？所以以后的话，甚至你可以画不同的图，把它放在一个工作表里面。来做资料的观察，哇，那马上就有答案了，你就可以知道说，哦，未来的走势应该会怎么样。当然呢，这个跟除了外汇之外，其实跟房价也有关系。哎，你可以去观察房价为什么会一直涨，跟什么原因最有关系。好，其实所以你可以画两个图，一个是房价，然后一个是汇率。哎，房价跟汇率有没有关系？你们可以观察看看，哦，是不是正相关，直接有关系，还是 负相关，或者是不相关？负相关是颠倒的，像常常被提起的是美元跟黄金到底有没有什么关联性？其实，哦，美元跟黄金刚好是负相关，美元如果涨的话，黄金就会跌；黄金跌的话呢，美元就涨。这个是有个。相对的相反的关系，那为什么？其实你们可以去探究啦，主要原因很简单，因为买东西哈，都会用美元计价，所以美元如果 大量被需求的时候，那黄金可能就 不值钱了。所以那大家相反的哈，这个也许你们可以自己再了解一下哈。好，把画面先还给各位哈，先把那个有关汇率资料部分的下载哈，或者是说你可以换一个题目啦哈，把资料下载部分呢稍微再练习一下哈，然后，再来待会我们再来看有关那个绘图的部分，好。